你话说话叹什么气啊？神内的秦教授说，其实从深昏迷转入浅昏迷，未来的恢复期、恢复情况都很难讲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还是只有等待。我这么说，你不会觉得我太残酷吧？ 是残酷，也是现实。今天我跟 Dr. Turner 通电话，他说的几乎和你一样。我问他临床实验列表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，他说有两个，一个醒过来了恢复了，另一个至今昏迷。两个都是个例，只能作为记录，没有任何统计学意义。 以前我总跟病人说，有很多问题是医学和医生解决不了的，这次要跟自己说。我相信有一天他会醒。 妈妈醒过来，找个合适的机会，请傅老师把当年的真相告诉她。终于收拾完了。 这里住了多久了？那么多东西，比我们女孩子东西还琐碎。是啊，感觉你在这儿都快住了七八年了。我东西能不多吗？这跟住多久没关系啊。这是我三十年的家当。哎，杨子轩，给我和我的三十年来的合影。哎呀，估计回家我妈就得给我扔一半。手机。你们又给我保存了啊？带全，带全啊。我看看。 笑呀，你笑一个，来，三二一，哎，一起，来，一起，来，好，哎，纪念一下啊，来来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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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得看一下。每天这个时候，我就怕听见手机响。美国那边都该醒了，该催我了。果然 ，NIH 那边的教授在问我研究进程，可我的这个结果。 要不然，你把那几家医院的数据去了吧，啊，就当没拿到。嘉陵市区那几家还可以，数据还说得过去，没那么过分。对啊，杨院长的正式任命马上就下来了，你这也太不应景了。应景的我也发了，救灾数据分析够好的了吧？有功德可以歌颂，有错误就不能指出啊？不知道人家是医学科学家。 我知道，他肯定会说医学科学家的基本底线就是实事求是。哎，那可是你爸呀！我该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别靠我，那是我的高达。哎呀，我去！关于我的一切一直在瞒着你。 真对不起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也许你瞒着我是对的，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他们两个人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不提出是利多卡因导致过敏呢？当年这件事儿究竟牵扯了多少人？有多少人默然无视这个谎言，不愿意深究？
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让我骄傲的人和真是讽刺。现在看来，其实这件事的原因只是当初对利多卡因致敏的不了解。这本来是医学科学发展中必经的过程，应该作为一次医学发现来定性。然而，修敏捷和傅博文。 无法接受病人治疗中死亡的事实，他们出于懦弱和自私，掩盖真相，嫁祸于人，才造成了这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。医学科学是纯粹的，但是人在探索和运用它的过程中，是复杂的人性让它变得不那么纯粹了。 你这是在开解我吗？也是在开解我自己。从业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努力地说服我自己，不要钻牛角尖儿，不要仇恨，不要偏激，但是真的很难。 所以在你心里，人和胸外一定是一个让你不耻、让你痛恨的地方吧？我妈妈出事之后，我不只是恨人和胸外科，我也恨医生这个职业。但是后来，我病重，是杨帆和他的妻子秦老师一直在帮助我，为我四处奔走。杨帆。 真没想到他还有这么热心的时候。我理解你对他的看法，但当初确实也是因为他，我才能遇到我的养父。我的养父治好了我的病，给了我一个家，爱我，教育我。待我走进了手术室，拿起了手术刀。所以当时杨帆请你回来的时候。 你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？没错，我是带着对人和的鄙视和厌恶回来的。再加上杨帆，这个曾经扭转了我对医生印象的人，也变得不再像从前了，这让我很失望。所以你回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证据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有多肮脏。 是为了报复他们的吧？我是想过报复，但是后来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遇见了你，是你让我看到了理想中医生的样子，真诚的、毫无保留的把医生这个职业当作信仰。你改变了我对这儿的厌恶。 甚至让我对人和对胸外科有了情感，也对你有了爱。现在的人和胸外科，在我心里就和你一样，是一个有情感和信任、不舍得被别人抹黑的地方。可是恰恰也是在这儿，让我有了从业以来最挫败的两个大忌。 一个是林浩，一个是你妈妈。可是你当时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作为家属，作为医生，都认同你的手段。可是没有选择，并不代表着选择都对。超低温疗法这种治疗手段是违规的。 医疗规范的设立，就是要约束与生命相关的医疗行为。越剧也许会创造奇迹，但是对行业规范的冲击带来的隐患，也许会远远超过在极端情况下挽救的生命。哎呀，跟你说话真够累的，顺着你、呛着你都得被你教育。你这回要是被开了，你就去大学当教授去吧。好。
咱们走吧，明天还上班呢。好。如果我被提前解聘了，你愿意跟我回美国吗？你这是在求婚吗？别撞门啊！小心，慢点慢点。他们家有一个快递的包裹，我当时敲门没敲开，我就推门进去，一看两个人都在地上倒，迷迷糊糊的，叫也叫不醒，脸都是青的，还吐了一地。我赶紧去打急救电话，真没我什么事。准备洗胃吗？陆大夫，神经反射。怎么只有一台啊？不知道有两个病人啊？那个别人用着呢，马上就来。陆大夫，是外科电话。陆晨曦，江守仁，高压多少？脉压差才20，心率多少？心音呢？立刻做床旁超声心动，可能是发生了心包停塞。我现在有病人过不去，叫庄大夫。心包明显积液，跟家属谈，患者急性心包停塞，必须进行心包穿刺抽验。不像是食物中毒啊！我也觉得不像。这位老人吸过氧以后，情况明显改善，也没有腹痛的症状。吸氧？谁送来的？有家属吗？门口呢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回不去了。我跟你说，太倒霉了。谁是家属？家属在吗？啊。我不是家属，我是个送快递的。我当时敲门没敲开，我就推门进去了，一看两个人都在地上躺着的，迷迷糊糊的，叫也叫。停，看见他们俩吃什么吗？看见了，桌子上有啤酒，还有烤串。烤串？他们自己烤的吗？是啊，屋子里还摆了一个木炭的烤肉炉子，还不小呢。查碳氧、血红蛋白，联系高压氧舱做准备。好。放松啊，别紧张。放松。很顺利，放松，很快就好啊。快速太阳血红蛋白定量检测。好。高压氧舱，对，两个病人，我们全程陪护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怎么样？可能要再等一会儿。怎么回事？呕吐物，呕吐物阻塞气道，肯定有吸入。准备先支气。庄大夫，我父亲怎么样？抽出了120毫升积液，情况略有好转，心率也从106降到了95。陆大夫什么时候过来啊？陆大夫现在急诊，正在抢救一位一氧化氮中毒的病人，暂时过不来。我父亲也出现了紧急状况，已经心包穿刺了。他作为主管大夫，就不能出现一下吗？陆大夫是食道癌手术方面的专家，你父亲的手术因为难度大，所以才特别请他来主导。而他现在出现的这种突发性心包填塞，急需对症处理。这方面我和陆大夫没有区别。好吧。那么我父亲为什么会突发心包填塞呢？可能是因为肿瘤或者心血管本身的问题，也可能是因为化疗药引起的。待会儿陆大夫过来，我们会一起会诊。
好，谢谢。常大林家属哪个？我常大林队医，我爸怎么样了？我爸怎么样？我爸就是另外那老头。你先等一下，常大林有没有过消化性溃疡或者肝硬化的病史？对，我爸他老胃病了，前段时间还犯过呢。他是一氧化碳中毒，我们给予吸氧治疗以后，中毒症状有所缓解，现在有呕血症状，可能是溃疡出血，还有应该是昏迷的时候呕吐物误吸入肺，不排除会继发肺部感染。你说说你爸，这个羊肉串出去吃不就完了吗？非弄个螺在家烤，这还搭上我爸，这出事儿了吧？这医药费你家得管啊！等等等等，这医药费的事儿能不能回头再讨论啊？把人救过来不比什么都重要？就是嘛，你听大夫怎么安排。高压氧舱准备好以后，两位老人会进去做高压氧治疗。常大林病发溃疡出血，应该会转到普外去。现在高压氧舱好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大夫，哎，大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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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江总，抽血已经完成了，你可以去看你父亲了。好，感觉好点吗？喘气啊，舒服多了。有没有觉得胸疼背疼？没有。那喘不过气来之前有没有觉得背疼？有种撕裂感？没有。那就好，那您好好休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们。谢谢你，庄大夫啊。基本上可以排除主动脉夹层、心包肿瘤、心梗，应该还是食道肿瘤引起的。谢谢。这么把我吓坏了。完成后，常大林要转普外去了。常大林转普外，对，溃疡出血，要转普外继续治疗。出血现在基本已经止住了，24小时之内要及时进水。还好是一氧化碳中轻度中毒。再过一个小时再做一次太阳血红蛋白的检查。大夫啊，你们主任呢？刚才有个胰腺炎，我们主任啊进手术室去了。那我爸要是再出血了怎么办？还找你啊？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患者出现什么症状，你随时来找我。如果我解决不了的话呢，就去找我们上级医师。你们仁和医院怎么都是一帮小年轻啊？急诊是个小姑娘，这到了外科还是，就没有专家教授什么的吗？你说我是小年轻没经验，可人急诊陆大夫不是，他就是我们院胸外科的专家。就那个急诊的女大夫，就他还专家呀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不相信你去打听打听，整个胸外科谁不服陆大夫？就连医药公司老总的父亲做手术都点名找他。老人啊，现在就在胸外科住着呢，等他做手术。人家在我们院急诊都是屈才了。好吧，那我待会儿再来看你爸啊。什么专家，势力。爸，是啊，好点了吗？爸，化疗造成的。是的，不能继续化疗了，除了手术，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就是冒险呗。毕竟是院长的朋友，医药公司老总的父亲，我心里还是有顾虑的。在灾区连手术帐篷都没有，同时两台重伤，还有你不擅长的心包伤，你都做到了。现在夸我有用吗？我现在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定。陆大夫，阿姨心律失常了。
Send over today's data right away. Okay.这应该是无目的的反射。能说话就好。嗯。陈大夫。啊。怎么又心律失常了呢？这类脑电波是不是因为脑部反应活跃，有神经递质分泌影响了心律啊？陆晨曦。陆大夫，患者溃疡部分已经基本稳定。但刚刚突发呼吸困难，血氧饱和度82，阵发咳嗽，半粉红泡沫痰，双肺明显失录音。你让他快点来呀！可能是发生了肺水肿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陈医生，我妈怎么样？这种早搏是恶化的前兆吗？这些脑电波图像只能说明是有了反应。至于说现在的状况是彻底苏醒的征兆，还是走向了反面，我也不好判断。毕竟这类病例我们是第一次接触。谢谢。普外叫我，我得马上过去。你去吧，我在这儿。抽血做血气分析，叫陈胖兄弟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样？美国那边怎么说？实验队列中几位经过人造低温治疗的患者目前已经苏醒，逐渐康复。阿姨的情况跟他们很类似。真的？虽然他也解释不了早搏的原因，但是他说阿姨很可能在24小时之内重复苏醒的反射。最好的情况会在1周之内完全的恢复意识。当然这只是基于实验当中有限的经验，就是说，他还是在苏醒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也有别的可能。你不要说了。我相信他能醒过来，他知道我守了这么多天。
不会让我白等的。现在就上呼吸机啊，罗大夫，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先继续给氧，这个二氧化碳分压咱们还可以再坚持试一试。这二氧化碳分压一个小时前的了，已经到极限了，而他在这20分钟内发生了肺水肿，说明什么？情况正在迅速恶化。我觉得还是等那个新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们太晚了，这种情况不能拖，一旦发生不可逆的伤害，人就过不来了，决定要做，不能等结果啊！有了经验，现在就得上呼吸机。罗大夫，您过来一下，过来。我不是不相信您的水平，可是这个病人家属真够难缠的，大部分的患者对这个有创治疗很抵触，如果说你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就给他上呼吸机了，他们要是揪着不放的话，如果耽误了黄金治疗时间，发生了不可逆的伤害甚至死亡，事情会更麻烦，就算家属再不能理解，我们得做到问心无愧啊。为了规避风险，不及时抢救，到时候不用家属指责你，我们自己心里就过不去。好吧，罗大夫，既然你决定了，那我就配合你。等会儿我出去跟外面的家属去解释一下。我做的决定，待会儿我去吧。林大夫，呼吸机到了。啊。哥，你到哪了？你净环城路了没有啊？三个小时前说咱爸重都比较轻，去了高压氧舱以后就清醒了，然后就给发到普外来了，说观察着就行。你我哥突然就。突然间，咱爸就喘不上气儿来了，然后吐血沫子，然后说是肺水肿了，就呼吸机都给推进去了，哪有什么人管啊？都是一帮小年轻儿。大夫出来了，我先不说了啊，我知道，但你快点吧啊！哎，大夫，这本来是胃出血，怎么就成肺出血了？你们是不是蒙人啊？这胃出血是不是没止住啊？刚才那个大夫到底懂不懂啊？你父亲胃溃疡出血已经控制住了。我们一直在观察，没有再次出血，该处理的都处理了，现在只需要监护。胡外科的林大夫并没有任何失职。他没有失职？谁失职了？谁让我爸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怎么又插上管了呢？是一氧化碳中毒让你父亲有这些症状，是病程本身发展到了这个地步。我们医生要做的是努力遏制疾病，不让它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。你们遏制了吗？逆转了吗？你们做什么了？你们就是在失职。我们要是什么都没做，你父亲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。都插上管子了，你还要多糟糕啊？你们治了半天了，一会儿把胃出血弄出来了，一会儿背水又肿了，这就是你们干的事儿。你们是不是欺负我们医院没有人啊？让你们这帮小年轻跟这凑合着对付着啊？你们根本就是没上心。没上心？病人没有马上痊愈就是我没上心是吧？我是医生，我不是神仙，即使里面躺的是我最在意的人，我现在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等。而且我已经放下他先来抢救你父亲了，你还……你父亲肺水肿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后续反应，也有可能是误吸了胃内容物，我已经联系 ICU 了。还要进 ICU？ 那还能出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对抢救和治疗的过程有任何质疑，联系医务处或者第三方机构。哎，你这船要有任何后续情况，给我打电话啊。嗯，好。你还没给弄好呢，哎，我说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哭什么哭啊？别哭了，我来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想势利眼欺负人，门都没有。我非把他们的主任专家都揪出来，专门给咱爸看病。行了。不说了。又出现什么情况了？患者再次心痛，呼吸困难，心率呼吸频率骤增，但 TT 检查未见心包积液出现。刚才心包积液的时候是右边心腔受压，左边心室功能完全正常。怎么会这样了呢？
看这儿，心间区域出现运动异常。把之前检查的片子拿来，叫床边 X 光机。好。哥，你可来了。人呢？咱妈来重症科了。走。原来的电交替消失，胸前导联异常，耳蜗消失。心包填塞已经缓解，这难道是心包穿刺引起的吗？穿刺治疗没有问题。这种心间肿大同气球样病变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并发症，简称 SCM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心胸外科大夫，这是我见到的第三例。我之前在资料里看过这种病例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给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，长效贝塔受体阻滞剂。但是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，患者已经不能继续再承受化疗了。如果不马上手术，再发生心包填塞，我就真的没办法了。不能承受化疗。肿瘤不会缩小，而实行手术，他心脏又承受不了，这简直就是个悖论。我建议停掉所有的化疗药，等患者 SCM 情况有所缓解，马上手术。他的心脏怎么可能承受手术啊？而且是这么难的手术，否则只能放弃治疗。我已经给您解释过了，病人的状态非常平稳，下一个检查要过几个小时再做，我们现在做不了别的，只有等待。等什么等啊？等不了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一共两个人煤气中毒，说我爸是轻的，轻的怎么就进了重症病房了？这个轻度指的是中毒，重症病房指的是……这样啊，我呢是重症科管床大夫，负责的是病人到这儿以后的一切问题。至于在进 ICU 之前，病人为什么会出现出血，为什么会肺水肿上呼吸机，我没有参与，不能给您解释。你个管床大夫给不了解释，那你告诉我，谁能给我解释？哥，你别动手。我没动手。这个，您得找首诊大夫去。哥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那谁呀？快走。谁呀？遇到这样的病人家属，真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。你赶紧给急诊打个电话。别再闹起来。行。您父亲的心包填塞已经得到缓解，虽然不会加重肿瘤，但是之前使用的无心肌毒性的化疗药，就是你们先锋公司的产品，恐怕对你的父亲……我明白了，我父亲就是对这种药产生排斥的那千分之三。那么，还能换什么药？那怎么办？停药，停止化疗。那个姓陆的大夫，急诊就是他，到了普外还是他，他可推不掉。而且那个管外那个小大夫跟我说了，他是什么专家，什么老总爸爸的手术都找他，他自己也跟我说了呀，有个更重要的病人还在胸外等着他手术呢。所以他就把咱爸晾这儿了，急着去见那个老总的爸。可不是吗？玩意儿！哎呀，你就帮我去看一眼吧。哎呦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呀，你自己去庄老师办公室不就行了？那你得帮我看一眼我爸在不在啊。你明知道你爸不让你过来，你还往这瞎跑什么呀？陈少聪都从他们家搬走了，我再去他们家也不合适啊！你懂不懂事儿啊？哎呦，我不管，我不去。丫头，胸外科怎么走？前面路。走。
帮我去看一下。哎呀，说了我不去。我本来呢是想放化疗，把肿瘤大小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。就是他，他就是那个姓陆的。江总，别人家属找我，您先回病房吧。好，回头说啊。好的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叫陆晨曦？我是。我怕胃出血、肺水肿进 ICU， 都是你治的吧？你爸爸一氧化碳中毒发生了并发症，我们也很难过。你少废话！我问你，我爸在 ICU， 你一个大夫怎么跑胸外科来了？你父亲经过一系列的治疗，现在情况基本稳定，但属于危重，需要随时监护。这种情况，重症监护科是最擅长的。我在这儿还有其他患者。其他患者？你说的是那个老总的老爹吧？我想你们可能是误会了。你父亲是我的急诊患者，我是从头参与的抢救。江总的父亲是我的住院患者，我是他的主治大夫，我应该在这儿啊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只管他爸，不管我爸？我管谁不管谁，不是根据身份，是根据病人的危重情况。你少跟这狡辩！我爸不危重，都见了重症了还不危重？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了吗？有个更重要的病人，那是住院的重要还是进 ICU 的重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有个很重要的病人，不就是那个老总他爸吗？我说的不是江总的父亲，我说的是我的私事儿。什么私事儿？别狡辩了你！我跟你们两个人说不明白，你们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，就找医务处。别走！别拉了！我找什么医务处？就找你！放手！丢你了你！哎，你住手！哎呀，你俩别打！过来！别动手啊，哥！哥，长那么大块头，我让你打女人，长点记性，知道吗？弄破你哥哥算便宜你了，知道吗？再来医院撒野，直接让你进 ICU！ 放手！放开！哥，你放开我！你把他拉开就完了，你弄脱臼他干嘛？有没有人管保安？有没有人管？说，你还敢不敢？放手！得了得了，快放！给我脱臼了，赶紧去骨科吧。起楼，六楼，你等着。我等着。走。杨子轩。他把我打了没事儿，你把他打了我麻烦更大。患者家属打大夫，人家会说是患者家属焦躁失去理智，不会有什么责任。我今天要是不上，任何一个大夫上就得脱这身白大衣，你知道吗？他犟嘴，刚来就惹事儿，你赶紧走吧，别让你爸抓着你。那我这老庄有事儿呢，等我下了班去找你。那这么说定了啊，赶紧走。陆大夫，杨院长刚来电话，他说有人报警，叫你们都别走，他马上就来。你先跟我去处理伤口。你，我知道了，我在这儿等警察过来。怪我，我当时从我妈病房跑过去，知道应该是处置病人，但心里还是难受。后来她一说我不尽心，我就觉得委屈，我就跟她说我放下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来看你爸，就是这句话让她误会了。也是，老人刚进 ICU， 他们又不懂医，也不懂医院的流程。我要是多说几个字儿。可能就没这事儿。哎，等等，消毒前我要再找个镜子。啊，坏了坏了坏了！下周我看你们打球没法扎头发了。你说我要是披头散发的坐在那儿，你会不会没办法集中精神啊？只要是留下疤了，你可得负责呀。
会的，尹克真不会留疤。你说话了，我挨了一下，你黑着脸哆嗦了半天，生气不说话，现在好了？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你的心思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你锁门了吧？进来的时候就锁好了。来吧。哎呀！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，依然在守候吗？什么什么都无所谓。